好，第二節翻翻嚟啊嘛，頭先嗰首歌咁啊，就係即係 Kala 嘅時差啦嘛，都唔係新歌嚟噶啦，咁啊都有超過十年前，即係當時仲係高峰啊，咁啊即係做 bass 手嘅年代啊嘛，後屘就換咗即係阿星兩個都出色嘅咁啊，佢音樂人啦，點解會播呢首歌咧？即係除咗 MV 同尋日我嗰首啊，即係北海女主嘅人啲阿晶嗰首咧，即係都係睇初初第一次睇低到有啲。啲眼濕濕嘅嚇，咁啊同埋呢度，最尾究竟佢會唔會答應佢嘅即係求婚咧？因為阿細媽咁啊，你即係你前排都見到啊，即係你出 post 嘛，好似喺同個女伴一齊去日本旅行嘛，即係好少有喂細媽有女同個女，即係同個女伴一齊去日本旅行啊？堅定流啊？咩啊？你講邊樣？即係真係有個女仔同你一齊去旅行。是的，有朋友一起去咯。去之前是朋友，去完之後呢都是朋友。關係有沒有進一步還是怎樣？都是，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好關係的，都是好朋友。哦，真的啊，那好的啊，你果然答完之後跟他沒有答過分別啊。那啊，洗乜我們這節繼續講一些新聞先啦，即是你這麼久沒有在網台發言，喂你即係比以前講嘢多咗好多，以前你講兩句啫嘛，蕭生一叫你，喂，阿仔，講兩句啦，咁啊，然後你真係一句起兩句止喎。從頭先你好似好多喎，好啦，嗱，呢節就有啲考驗嘅，因為頭先嗰節啊嘛，我尋晚同你講，佢講啲乜啦嚇，係咪啊？咁啊呢節嗰啲咧，咁就好似平時你會做即係蕭生側邊，唔知佢講啲咩，雖然其實我知道蕭生你料好多係你，即係佢話要講咩，然後你就幫佢揾啊嘛。那個流程是不是這樣？譬如蕭生說，嗱，我今日就要講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啊，咁啊多啲撐何錦麗嗰邊啲新聞，然後你係咪就幫佢揾㗎？類似係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即係總之佢係會起個題先嘅。係咯，其實佢有題目，咁其實你就揾相關資料咁俾佢睇嘅啫嘛。咁其實佢自己睇完之後，跟住佢自己都睇完之後自己消化完之後，佢就想講咩咁，咁佢自己自由發揮嘅啦，蕭生就。當時我見你啲資料上一大沓咧，就譬如係同一單新聞啊，咦呢個係星島版本，呢個《蘋果日報》版本，咦呢個就係立場新聞版本，呢個就係《東方日報》版本，呢個咪同一單嘅新聞。咁多啲唔同新聞咁有唔同立場噶嘛？咁但係有啲大同佢小異咯喎。唔係咁，但係有時可能有即係你睇多啲嘅話，你可能會見到唔同報章佢有唔同嘅立場啦，或者有唔同嘅細節位咁樣。即係總之印咗出嚟之後，咁啊擺曬落去一大沓書生嚟，你睇啊！你睇唔睇到嗰啲即係唔同立場分別就你自己嗰事啦，係咪都係咁啊？曾經有陣時候會間嘅，咁但間完你幫佢間埋啊？唔係咁。有段時間有其他人的時候我有間過，但是其實他都是很快地看完之後，跟後面就自己講的，所以其實都是總之他都是有些東西看一下，他就可以發揮到，即是他看完之後有基本的概念，他就可以自由發揮的嘛。即是蕭生好厲害，不過我們現在講些什麼新聞這個是不是被人譽為割韭菜的呢？話說彭博的報導，連香港經濟日報都有轉述，話中國大陸北京政府依家即係你知冇水啊嘛，係嘛冇水，佢要做啲咩揾水，揾啲咩水咧？咁啊，可能學下人哋即係嗰啲大國嗰樣。哦，你咁多啲中國所謂嘅富豪，雖然身家都縮水啦，咁啊或者基本上啊，有時就算你即係將啲錢擺喺外邊啦，喺外邊投資啦，喺外邊做生意，總之啲富豪喺海外嘅投資收益都要收翻你税。嗱，暫時未知堅定流。阿彭博就話啦，有關嘅稅率啊，可以高達20%。咁啊，有咩蛛絲馬跡咧？佢話呢幾個月啦，中國一啲大城市，可能即係北上廣深嘅大城市啦，已經叫你富豪要做個自我評估，或者叫啲稅務機關開會議，就話喂有冇啲潛在嘅稅款我哋可以收嘅，包括譬如有啲欠税啦嚇，或者有啲喂呢啲税應該收下喎，呢啲人咁撚有錢啊！靠我哋啊！咁啊，政府而家出邊賺大錢，係時候嘔翻啲出嚟咯喎！啲韭菜夠大棵要割咯喎！啊，咁啊呢個就即係一單啊！咁啊，即係共同富裕，我而家當年啊，施永青好興嘅，出過幾篇文喺個 M730啦，係咁屌實共同富裕。咁啊，施永青同你講啊，即係有排你屌啊！咁啊，同埋啊，
人窮就思舊債，依家唔單止要舊債，新税都要，舊債新税都要咧，此其一啦。咁啊，反映到上面嘅即係咁啊嘅即係狀況啦。嗱，第二嗱呢單我咪會關注到啲，尋晚突然間洗版嘅，話説我哋出相啦。咁啊，實惠啊，咁啊就傳出嚟咦執笠喎？點解執笠咧？我哋睇埋第二張。咁啊就話咁實話多謝各位多年支持，咁啊然後啲人咦唔通佢咁樣即係執笠咁啊？我尋晚睇到呢、這個即係啲人係咁瘋傳呢八隻字嘅時候，其實你點諗啊？其實可能第一下咧，我可能我唔係覺得係執笠嘅，因為咧某程度上咧，我會覺得。即係佢，我記得佢啱啱先做完減價啦。即係其實啱啱做完 promotion， 某程度上咧，即係通常執笠你都係好，即係某程度上應該係會正式啲咁佢有新聞去講我先信嘅。我可能第一眼嘅時候我都覺得似係啲可能即係出啲 post 可能玩下嘢嗰啲咁嘅嘢啦。但係後屘咧又見到人有啲 post 咧就講話，有啲鋪頭就真係拉咗閘，真係好似出翻第一張係啦。今晚呢個係香港人有香港嘅 post 啦，係啊，即係我就見到係，總之係有啲 post， 跟住就講話有啲即係鋪頭真係拉咗閘喎，跟住最後今天啊呢啲咁樣咧，咁我就開始有啲諗係咪真係對全線真係執笠咧？咁其實嗰刻我係有少少係相信，係咪真係咁樣去執笠？但我又覺得即係成件事我又未係完全好快咁相信，因為覺得實在太過兒戲啦。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好似其他鋪頭話全線執笠，你都會有新聞去講啊，咁先至會去公佈啦。你唔會無端端夜晚突然間同你講話都要執笠，即係你咁樣去做嘅話，即係好似真係突然之間，即係你假設係供貨俾佢係供應商，咁你都要早知啲知道佢執笠，即係你突然之間拉閘佢咁話執笠嘅話，咁即係你係咪呃咗啲貨錢啊？即係諗住唔找數㗎啦。係啊，即係似係咁樣嘅喎。即係如果佢出個報數話俾你聽佢執笠嘅話，係咁樣做嘅話，其實係都真係即係成件事你係覺得佢好似即係好似騙徒咁樣，你即係夾帶之後突然間漏嘢拉閘咁走人㗎嘛。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信嘅。咁但係見到有啲鋪頭係拉啲閘咁話，最後今天咁嗰時候嗰刻我都係有啲疑惑啦，跟住就見到好多網上面好多人討論啦。咁其實咁當然啦，我都係覺得係要咩，即係要保持車保持一個距離咁。我覺得唔係完全相信住嘅。咁咧第二日都係睇咗新聞嘅時候，我先至真係會對於呢件事有先至覺得係，哦原來都係咯，即係知道多啲，我就先至會係有特別嘅感覺咯。你問我嗰刻其實就係、是、我都係唔係好信啊咁樣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其實我第一感覺差唔多嘅。咦，如果執笠佢正正經經咁啊，就執笠甚至啊，要多謝都未必需要咁樣講噶啦嚇。咁啊，但係你當你睇得唔係喎，即係好似啲相話最後佢今天喎、哦、啊，唔通你即係我心諗出招出到嗱，初出人成鬧嗰個咩即係。十位嗰、那個咪鬧嘅，即係話十位喂小編，我唔中意用小編，個小編係啲匪語嚟。嗯，或者我哋唔怪得，我哋講編輯嘅啊。不過咁啊，即係但係依家唔知，我呢幾年好中意講咁啊呢兩隻字。好啦，咁就話喂咁啊，喂唔好放流料喎、哦。咁啊，我心諗嗱，第一我當時心諗，即使佢係一個宣傳嘅手法，初時候啊，咁啊都咁啊唔執到。就好過執嘅，佢最後雖然都預咗咁，有啲人就屌佢哋玩嘢，佢又隻，但係都咁啊，都會做到宣傳效果先。因為尋晚已經脱封傳啊嘛。嗯、好啦，咁啊，然後呢、這個唔係純粹係網絡嘅宣傳，佢係連嗰啲街鋪都一齊配合埋嘅、嗯。即係呢個基本係公司個 marketing 嘅團隊，即係真係佢嘅即係計劃嚟嘅。啊，即係唔係突然間興起啊？不如你打喺 Facebook 打呢八隻字咁樣咁，即係咁就算喎。佢真係寫最後今天多謝街坊支持，咁樣心諗，咦會唔會都係即係有啲堅咧？因為講真啊，喺兩年前十位嘅分店，我睇翻新聞有25間，嗯、去到依家係得翻14間，嗯、即係我再執多佢兩間就少於一半噶啦。咁、嗯、啊，即係佢會執都唔出奇，同埋即係你見到佢要出呢啲招做宣傳，咁啊有啲人扯，俾呃一次唔會有第二次啊。咁、啊、或者咁啊要係咁減價嗰啲貨品。其實都幾證明實惠都唔係幾頂得順嘅。嗯，當然係啦。其實即係其實我住嘅附近，其實之前都有間實惠嘅，但係其實年幾前已經執咗啦。其實基本上即係以前其實我都會間唔時去嗰度睇下嘅，買嘢咁樣就睇下有冇啲咩啱心水，但我都少買嘢嘅。老實講，我都覺得佢唔係話真係咁實惠，其實都有啲貴嘅佢嗰度啲嘢。咁啊，咁所以就。
咁但鋪租都佔好多。咁當然明白嘅，咁但係就即係咁，可能都大有個趨勢就係其實都真係少人去買嘢。咁結果我屋企附近嗰間其實都已經係年幾前就執咗啦。嗯。咁其實就其實即係間唔少，我有時候即係佢有特價嘅時候，我都會留意一下佢有啲咩特價嗰啲嘢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喺佢嗰度買嘢咧？咁我又唔係太多嘅。咁所以其實就當然啦，其實你問我即係佢。佢講話多話要結業啊，其實即係佢話多謝支持。其實我即係我都有留意到，其實第一眼諗係咪？但係如果佢係要執笠嘅話，咁佢唔係應該要做啲咩清貨大減價啊嗰啲咁嘢？即係其實反而我好留意究竟佢會唔會有啲清貨嗰啲？跟住你就真係買啦，係啦，真係送貨啦。果然係啊，即係細媽啊，咁啊，即係講真嗱，你睇佢依家要呢啲招都出埋咧，其實都距離佢全線執笠咧。都未必爭好遠㗎。如果連但係有陣時好多鋪頭咧，其實都冇效就死啦。有時啲好多鋪頭就係話執笠，但係執咗幾年都仲係。都唔係咩咯？阿Ben 你講嘛，佢以前佢有份㗎嘛，你諗呢啲招啊嘛，最後五天，跟住你下個禮拜又最後五天，你下年係又最後五天，你兩年後都最後五天。即係我前嗰佢話真係有效喎。我前嗰幾日其實就係見嗰間鋪頭咧，就係諗住買波鞋，跟住見到佢就係話唔知租約期滿啦，唔知最後唔知佢冇講 exactly 幾耐啦。執笠大減價。跟住佢就真啲攤曬喺個門面嗰度，就好似真係任得人任抄嗰啲咁樣。咁我都真係貪啲喺嗰度抄下，跟住有冇啲平嘢咧？咁當然全部都係唔啱碼嗰啲咁。但係都有即係好似有尋寶嘅心態咁樣咁去睇啊。咁係有多咗啲人流嘅。咁但係你問我，即係老實講，我要真係買嘅，我都真係睇個價錢，佢真係平嘅或者啱用我先買嘅。咁但如果你話係吸引翻啲人流去揀去睇，其實我覺得呢一招都有啲作用嘅。嗯，咁啊，睇實惠咁啊，依家出埋呢啲招啊，夠唔夠到啦？咁啊，日日係新聞多咗結業潮，又藍小館，跟住呢間歐力啊嘛，又遷出駱駝漆，跟住呢間又執，跟住今日又話咩 HMM 唔知邊間又依家話清貨啦，咁啊啲假都清空咁滯啦，即係似乎都係執啦。日日都有呢啲新聞，咁所以我真係好想問阿超啊，阿李家超啊。喂，你條撚樣啊，又話即係十間開十六間，即係你老尾，俾啲數據我睇下，你俾十檔嚟睇下。開兩餸飯啊，嗰啲咁樣咯，其實可能開咗，可能開咗夾公仔咯，係咯，夾公仔咁。你睇依家紅磡站嗰啲鋪頭，一大扎喺下邊地下嗰層夾公仔機，以前會唔會咁？係咪開十六間？定係嗰啲咩？呃人嗰啲公司啊，大家用同一個咁啊，即係秘書公司地址係嘛？一個地址好似啲咩呢個美神月餅都係咁啫嘛，幾十間公司一齊用，屌真係曬叫氣。好啦，我哋再睇一張咁啊，即係呢度啦嚇咁啊，大家都知啊嘛，實際上都唔係執啦，不過咁啊，佢執咗幾間，今年都係事實嚟嘅。啊，我哋再睇咁啊，今日講咁啊，第二節第三單新聞啦，呢個有啲黃色句笑話。話說啊，呢個梁雲正咁啊，你知唔知佢老豆係佢邊個？佢老豆就大口梁君彥，即係立法會主席咁啊。你見到樣都有啲似，不過仔就靚仔啲啦，相對之下。嗯。好啦，咁啊就話即係啊，有時即係我哋男人啊啊咁啊，即係有拖延症啊。呢個民建聯嘅林林咁啊，所有男人都好似有喎，大家一齊笑。咁啊，即係呢啲你係咪諗一啲鹹濕佢笑話？即係男人硬係要自己拖慢啲、耐啲嚇，係咪三秒鐘搞掂就要變成三十分鐘，好似好勁。我心諗你班友搞乜撚嘢啊？嗱，究竟係講咩嘅題目？講到一啲即係疑似嚇，即係黃色笑話，人哋覺得好撚好笑咧。話説啊，民青局咁啊呢個即係梁雲正嘅副局長嚟嘅，咁啊就向呢個即係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就交代要點樣。推廣和培育好像細媽這些這青年有正向思維的工作進度，以及要有正面的價值觀，讓你和這些青年就成為有擔當、有理想、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未來建設的新一代。他們記住要學這些東西，講一下梁雲正就說，我們總共批了5100萬給十一間NGO做了兩年的活動，個好正面啊！哇，應該有16000青少年受惠。我心諗咁我冇見過，唔緊要啦嚇，即係我唔係青少年，可能即係我就唔知啦。佢話點咧？亦都手機有 Apps 啊，叫做新心靈雞湯啊，用青年嘅角度關注佢嘅精神健康資訊，好似進一集就講拖延症，
令到啲後生仔精神有壓力啊，咁啊，可能就係咁啊，咁我都有噶，學到好多嘢啊，跟住諗啦嘛。其實所有男人都有啦，然後就喺度笑。我屌你老母，原來就講呢啲咁啊，即狗唔搭白嘅嘢，無啦啦就變咗黃色佢笑話，低鳩能嘅佢呢班友咁啊，林林佢又話啦，嗱，愛國情懷就可以增加正能量。佢只要咁啊，青年嘅國民身份認同、國際視野、愛國情懷咁啊，都可以學習到，就會有正能量，令到你正氣有自信。呢啲全部同身份認同有關啊！啊，所以文青局咁啊，你哋要裝備年輕人，等佢哋對國家、對自己都有好多自信。嗱，咁我就即才所學淺啦。其實林林啊，或者劉雲就噏完頭先嗰一大輪嘢咧，佢噏乜撚嘢真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我聽完之後我都究竟做咗啲咩咧？佢即係佢做咗啲係咪？即係某條上好似扮做咗好多，做咗好多嘢咁樣啦。即係話做咗個 app， 可能做咗好多所謂教育工作啦。咁但係，即係佢哋講話好多人受惠，咁但係佢有啲咩真係有啲咩得著咧？其實係唔知嘅。即係總之佢就話我做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嗰啲嘢有冇成效就即係成日都係咁樣咯。即係佢哋口頭上就話做咗好多嘢，咁但係其實做咗啲咩嘢咧？即係其實你大家都係唔知究竟其實啲錢都抌咗去邊啊，或者係點樣咯？即係佢講話即係呢啲咁嘅 app， 咁其實你開完之後啲人係咪真係會睇咧？同埋睇完之後即係其實我都未聽過佢嗰個 app 究竟係點樣用啦，或者係點樣啦？你都唔會 download 啦。咁我想問第一個 app 用咗你幾多錢？係呢樣都係好值得問嘅問題。你係揾咩公司開發？嗯，係嘛個承辦商咁啊？你用咩標準？有冇招標嘅？只其實第二啦。好彩你正常你又聽唔明，正常都聽唔明你噏乜撚嘢啦？成扎喺度辦公，攞你公帑唔知揈去邊扮做嘢啫嘛？佢呢班咁頭先噏嗰啲全部都係假打空嘅説話嚟嘅。不如你哋咁啊關注下咁啊呢啲叫做假學嘅風波，我哋再逐圖。咁啊零一年逐兩日啱啱都出新聞放蛇，咁啊之前我見到譬如星島啊都有啫，咁啊佢放蛇啦。話説今日咁啊嘅報導就講咩咧？嗱，單單咁啊就係香港大學早排，喂一見到啲學生啲英文渣到咁撚樣嘅 ，A B E F， 哇連到 D 都數漏咗，26個英文字母數唔齊，即係咁嘅款嘅。哇，咁啊又講自己學歷咁撚高，係咪即係？偽造文書，然後啊，咁啊入到嚟我哋廣大啊，咁啊於是就知賴嘢啦。後屘發現咗最少30個人造假。嗱，另一就話綜合法庭、警方同各大學嘅數據，最少7個人咁啊就被捕，3個咁啊想賴你可能見咗人啊就被通緝啊。咁啊啲發現啦，越來越多中介聲稱可以即係幫你偽造學歷，包括一啲加拿大高中咁啊嘅即係學歷，咁啊好似話外國嗰啲咧。因為啲外國學校未必知嘛，做佢啲假證書好似黃青霞咁款啊，咁啊人哋又唔知，咁啊你有蒙混過關啊，同埋話即係好似海外嗰啲佢唔特別 check 嘅，即係大陸嗰啲學校可能反而佢 check 多啲，海外嗰啲咧即係佢唔熟啊嘛，我同大陸嗰啲熟嘛，大家要合作嘛，就即係唔撚 check 啊。咁結果嗰啲難 check 啲嘅，某程度上佢可能你即係你去 check 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你都係啲學校嗰個咩啫，註冊處嗰度走去問嗰啲，即係可能都係 email 咁樣咁樣嘅啫。咁其實佢覆你又或者佢唔覆你，咁你都係即係成個過程係好慢噶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我估就未必做得咁嚴謹嘅話，咁所以就見海外學歷或者係。即係覺得都似層層啊，成個都好似好靚仔咁樣，咁就收咗先算啦。或者諗係外國嘢唔會搞啩，同埋可能人哋話：屌你世界各地，我哋都有啲學生去即係呢度畢業，然後就走嚟嗰度讀碩士、嗰個博士啦。間間學校就咁問我，仲得了嘅係咪啊？得撚行佢答嚟，可能只因為咁樣，佢唔係點樣 check 啊？即係海外學歷堅定流啦嚇。咁好啦，咁啊佢哋話啦，譬如啊，咁啊啲大陸學生咁啊，譬如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嘅即係咁啊嗰啲文憑試啊、TOEFL 啊、IELTS 全部都可以咁啊，即係幫你製造假學歷啊。當然一分錢一分貨啦嚇。咁啊，佢有啲就做到尋日嗰單講啦。你要去到現場考就 OK 噶啦，只係咪有人面去識別嘅。總之啊，你填到烏哩馬查乜到，最尾一定高分。入邊有我哋自己人啊。咁啊，類似都係咁。咁啊，當然啦嚇。咁啊，即係記者向翻咁啊嗰啲即係部門求證。咁啊，譬如話啦，咦，我呢度寫
咁啊網上就可以考啊，甚至唔使親身考，冇啲咁嘅事喎、啊。人哋嘅 logo 咁啊，即係印出嚟嘅證書啲舊 logo 嚟嘅，我哋改咗先俾人即係揭發到一啲嘅即係蛛絲馬跡，先俾人佢踢爆嘅。咁啊，即係佢嗰啲講啦，唔使出國都獲得啊加拿大嘅學籍啊。雖然有啲學校佢係咁嘅，但有啲乘機就貪方便咁樣即係造假都有。咁啊，越嚟越多呢啲啦。咁啊，小紅書亦都因為宣傳，好多人咁開始就幫襯啦。咁啊，記者問啦，究竟香港啲大學有幾多類似情況？港大咁啊，經管學院嘅院長就話啦，預料啊，過百人涉及假學歷。嶺大喺八月發現三名大陸生，咁啊請槍手考呢個 IELTS。交大有碩士生用假學歷申請入學，一名23歲嘅大陸男士已經被警方拘捕，同埋已經提咗堂嘅。咁啊，中大。在上年八月都發現了有學生、用中介無簽的錄取書、然後就入學、又是即虛假文書啦。書人在2021學年都接獲5名的即碩士課程的申請者用虛假學歷，即基本上香港的大專院校全部都有這些 case， 而發現的可以這樣說、只是、即冰山一角。我們再捉多一張，即係好似尋日咁，連呢啲咩，即係又講普通話啲中介啦，又話間公司點勁點勁，原來間公司啲背景都係造假嘅，又話個即係老細啊、董事啊，可能喺唔知咩教育部門佢做過嘢啦嚇，點知原來香港啲教育局冇呢個部門，即係類似佢係咁嘅。咁啊，喂阿細乜啊，你身邊有冇聽一啲朋友啊咁啊，都係即係有呢啲假學歷嗰啲事啊？其實都幾多，其實最近我先有同個大學嘅教授喺度傾偈啦。其實佢都同我講話，其實即係近呢幾年，其實咧你會見到佢都講話，見到學校啲學生其實啲水平係差咗好多啦。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 suppose 其實要入大學，其實都一定係因為啲而家大學主要都係用英語授課啦。咁有一定程度嘅英文嘅水平，你先至可以上到堂，先聽得明佢講緊啲咩噶嘛。咁但係其實好多學生其實佢即係佢尤其是大陸嚟講，好多其實佢哋根本上唔完全聽唔你講上堂講咩啦。跟住甚至係要求你哋可能上堂要講中文啊或者之類咁嘅嘢啦。其實都係聽唔少嘅。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反映其實佢哋入學究竟佢哋係咪？是不是真的具備這個水平才入來學校，其實這個是他都會質疑啦。但是當然就是、他招生那裡他就是 有提交了這些這樣證書那些東西，其實你沒有去查，或者是即他有時不知道是不是學校都是隻眼開隻眼閉，即是他有時他都要收身，尤其收大陸學生，其實是即本身你啲大學收大陸學生，其實佢嘅學費會貴好多，會貴啲啊嘛。因為本地學生其實都是有資助啦，但是海外學生其實是即係佢收係嗰收係咪正價定係即係學費總之係貴啲啦，所以其實大學係好有誘因去收多啲海外學生嘅，所以大陸學生其實尤其係大陸學生係有好多人嚟香港，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唔知係咪隻咁樣咁樣隻眼閉會收，即係可能覺得佢都有啲懷疑啊，或者係即係佢網上啲文件做到執得都算係企理啦，或者係即係覺得係都似係可以過到關啊，咁佢都可能會照樣收啲學生啦。咁但係啲學生去到上堂嘅時候就會發覺，哦，佢哋其實係根本上就係、是。唔識上堂，聽唔明佢上堂講嗰啲內容啦，或者係跟住下一步就其實佢哋上堂講唔明啊，聽唔明嘅話，就會有啲人就會請槍去抄功課嗰啲咁嘢啦。咁所以其實係基本上係即係嗰時候個教授嘅形容就係、是、即係會睇到就係成個學術界就係、是、即係啲學生啲水平係會跌得好犀利啦。即係佢甚至形容係覺得似係沉淪咁樣啦，所以佢就提早退休咁樣。不過咁啦，即係講真，你既然即係都要走嚟讀，你不如索性連香港碩士、博士嗰啲都買。假嘅學歷，虛假文書咪得咯？好似上面嗰個咩1995年出世人，四個博士學位嘛，係嘛？然後攞咗咁多博士學位買咗翻嚟之後，或者虛假文書印咗嗰啲，即係好似黃精霞求其印個證書又當自己係啊，然後就做咩內蒙古民族研究院嘅研究員，我心諗屌你老母，做埋啲芝麻綠豆嘅研究員就算，你喺都即係嗰個野心擺大啲啊，可能講佢咁啊，即係慢慢升定係點啊？總之啊，屌買咗咁多，即係做咗咁多假學歷都盡係咁，咁啊就係俾人佢懷疑啦。咁啊，早幾年咧，點解佢其實佢哋用假學歷都嚟香港讀書啦？咁啊，其實香港讀書其實即係咁，你係攞居留權呢樣嘢啊嘛。之前嗰陣未有高才生嘅，咁係。所以佢哋攞假學歷入咗學，咁其實你就透過呢個途徑係攞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啊嘛。但你知唔知佢依家咧？譬如講，但係依家話一半嘅非本地生都嚟自大陸啦，盡量用一半
很多是來自哪裡，你知不知道？現在我這個又不是太知道，我估是不是有些可能南亞或者是不知道其他那些非洲國家那些，一帶一路的好朋友、okay. 南亞、非洲、啊、甚至什麼阿塞拜疆、啊、吉爾吉斯、啊、即中亞、高加索那邊來多少人才，即等於我們那些什麼、啊、即投資移民的計劃、啊、之前不是被踢爆，咦這麼多都來自阿魯亞圖的，還有這個即又不知道哪一個非洲國家說名字你都未必記得的，當然那些其實都是大陸人來的、嗯、不過只不過就在那裡拿了張那些護照，然後就扮是那邊的人，現在政府最新我想問你們那些現在投資移民呢是來自什麼地方什麼國家，不公布不說添、嗯啊、即不好提不說得、啊、即你想曬譜，即總之香港你看來幾很多專才，而這些這樣專才給了錢的中介虛假文書來到香港，過幾年又說有香港身份證了、啊、又可以拿香港福利了，你說即是含含家產仆街，難怪一財政儲備得回5300多億，即是吃緊屎了。細媽、啊嗯、你即是狗友不是復出，狗友巨客串、啊嗯、今天很多謝細媽、啊、我們下一節呢大家真的要坐在這裡聽聽，下一節呢是有苦主他的兒子在學校受到欺凌，咁啊幾嚴重嘅，咁啊但係無論係學校、警方同埋教育局嘅處理，哇！即係你係聽到你即係眼火爆，咁啊下一節啊大家真係唔好走開。